新城吃的东西跟 KL 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那个，你可以叫工读生带你去吃。对对对，包工读生一整天真的蛮便宜的。为什么我好可怜的感觉？没关系没关系，至少我们是一个国家。BK 的 Lucas 跟嘉文， yeah. 我们拒绝承认说海外榴莲是榴莲。对，你们榴莲歧视链吗？会说什么泰国榴莲？根本就不屑来泰国榴莲。哈，在马来西亚不喜欢榴莲的人会被欺负吗？大家会骂。这个跟好像不能吃辣的。我们会说中华椒就是非常 pro China。跟牧羊犬。对，牧羊犬。牧羊犬。牧羊犬。我们都是什么哈羊屌哎？牧羊犬可爱多了。哈羊屌。我靠，这是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很直接。